行呢？黄姐，你生小孩时候那个月嫂帮我联系了吗？生小孩了？那李姐家那个月嫂呢？也生小孩了？哎呦，太逗了，怎么都生小孩了呢？什么？哦，你又新帮我找一个，正往我家来呢。他不会也生小孩吧？好，那就好，不会生小孩就好。哎，王姐，改天我请你生小孩。看我这嘴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娟子，真热闹，怎么这么多人生小孩啊？妈，我要找个月嫂。找月嫂干啥呀？妈，我不是怕您一个人带孩子太累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娟子，你说说啊，我一个人能带孩子，你这是不是嫌弃我呀？妈，看您说的呀，月嫂来了，回头我再跟您说啊。哎呀，多此一举呀。过年好。过年好。你是？我是王姐介绍来生小孩的啊，不是来看小孩的。咋变成男的了？我一直就是男的。我是说我要找个月嫂。我就是月嫂啊，不是，我是月哥。月哥？哦，你姓月？我啥姓月？我姓郭。月哥就是看小孩的。小孩呢？啊，在这儿呢。这是小孩？这是我婆婆。婆婆好。谁是你婆婆呀？我是她婆婆。啊，对对对。哎呀，那我大哥。哦，我老公。啊，我儿子呀，比赛去了。运动员？嗯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啥项目啊？足球。拳击。到底干啥的？啊，原来是足球，现在是拳击。哦，以前踢足球，啊，后来改拳击。对。哎呀，你老公太聪明了，要光踢足球不练拳击，那得挨多少揍啊。好好好，那我去看看小宝宝。别动孩子啊。我知道，我有手套。娟子，这是什么人呢？我怎么看他不像好人呢？妈，他就是我请的月哥。请月嫂我都不愿意，怎么又蹦出个月哥来呢？妈，月嫂实在是不好找。不好找咱就不找啊，你也不能弄嫁个男的来呀。您别着急，我问问啊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那个月哥，你过来一下。啊啊，你家有小孩吗？我还没对象呢。啊，我是说你会看小孩吗？明白了。哎，你等着。大姐，这是我的月嫂资格证书，这是我的月嫂等级证书，我是金牌月嫂，这是金牌。这么大块金子？红的。妈。关键我看你不太会看孩子。明白了。人是衣服，马是鞍，我换上工作服你就知道了。不许偷看。妈，你看还有金牌还有证书，人家挺专业的啊。也就你信。妈耶。哎呀，太可爱了。我们去彩虹山去采果果，你去不去呀？可甜可甜呢。那那那那那那大雨就要停了，那那那那那那彩虹就出来了，那那那那那那手拉手走啊。停。出去。妈，怎么呢？这么不正常的人你让他看孩子？大妈，你看我这身不正常，但是小孩喜欢呢。你看乐了。你乐呢？别着急啊，咱们去采果果，你去。我看这样吧，
我给你2天试用期，2天以后咱们再定。行。哎呀，娟子呀，你的心是真大呀，你把孩子交给这样的人，咱们能放心吗？妈，我不是说了吗，就2天，2天不行再把他撵走。我今儿就想把他撵走。我妈，我有点头晕。哎呦，这是咋着了？宝，你这月子里头啊，不能折腾，快歇着去啊！躺一会儿嘛。哎，快去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啊，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你带孩子吧。大妈，你要不要先坐一会儿？孩子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在这泡泡脚，吃个枣，然后看看报纸。我去给孩子热点牛奶。啊，看报纸。你倒挺那什么的啊，还真是娶我来了，让我看报纸。这报纸有什么可看的呀？啊！哎呀，你说现在咱们什么人都有啊？啊，一个月嫂啊，为了不让孩子哭闹，趁孩子爹妈不注意的时候，为刚出生的婴儿安眠药啊！哎呀，你说这叫什么人呢？这简直是啊，畜生！来了，妈呀！来，不对，什么？我怎么觉得你这牛奶的颜色不对呀？我是按正常比例冲的牛奶。你这里头放安眠药了吧？这孩子失眠呢？你才失眠呢！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干什么不行啊？你干嘛非上我们家当月嫂来呀？不是，那大老爷们儿应该干什么呀？干什么不行啊？拖地、换水、换煤气，那都不是我干的活儿。那你干啥呀？我是来看小孩的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碰我孙子，我就跟你玩命。你别在这开玩笑了。你站那儿不许动啊，一动不许动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干嘛？绑腿。给谁绑腿？给孩子绑腿呀。你给孩子绑什么腿啊？你还是金牌月嫂呢，你这么点常识都没有啊？这小孩刚生下来以后啊，就得把俩腿绑直了，要不将来长大了呀，罗圈腿。你这都听谁说的呀？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。爱有根据没有根据？这是我亲孙子，我不会害他吧？老太太，你可别，你看他都坑进了，他难受。那是饿了。来，给你。给我，我得亲自给我孩子春牛奶啊！不许动我孙子啊！干嘛？不是，你得把他给松开，要不他太难受。我就不信，我就治不了你。过去。你干什么？过去，坐这儿。脱鞋。脱袜。干什么？把你这俩脚啊泡在水盆里头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这俩脚不许离开这水盆。不是大妈，您别这样，我受不了。让我都这么干泡着。那你就看报、吃枣啊，泡脚。我还跟你说，你要是敢把这脚从水盆里拿出来，一会儿我儿子可就回来啊。他要是回来呀、啊，他可给你一电炮。水泡、电泡，你要哪一泡？水泡。那就老实待着啊。哎呀，今天的报纸在哪儿呢？那在这儿呢。你这干啥呢？水泡啊，不是那个泡脚。泡脚？嗯。哎呀，用不用我再给你放点花瓣啊？不用，这水凉了，炸得慌。把脚拿出来！我刚一转身，你就原形毕露了。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解释啥呀？我花钱雇你来是看小孩的，不是让你来养老的。不是，我是被逼无奈。无奈？我看你就是个无赖。是你家老太太让我在这儿看报、泡脚、吃枣。啥？哦，我妈她看孩子，让你在这儿享受。啊。她傻呀？
谁傻？妈。哎，老太太，您来的正好，来来，你跟他说，是不是这一切你让我干的？对，我怕他陷害我孙子。啥？他要陷害我孙子？啊，这到底谁孙子？他要陷害我儿子？我看看。哎呀，哎，姓郭的，你还说你没陷害我儿子？你看看这孩子腿让你绑的像麻花似的。这不是我干的，是老太太干的。她是我妈，是我亲婆婆，不是容嬷嬷。她跟我说。他说小孩生下来要绑上腿，要不然得罗圈腿。我妈有这本事啊？啊，她要有这偏方，我老公的腿何必现在这样？你老公腿咋了？我跟你说，足球比赛，人家对方发任意球，他在那挡球，结果那个球穿过他的身体，噌进去了。那对方也太厉害了，罗圈腿没挡住，穿过去了。啥玩意儿？怪不得现在练拳击了呢。别给我贫嘴。你还金牌月哥，我看你就是个冒牌月嫂，拿着你的东西赶快走人。不是，你能不能赶紧走人啊？好，太不像话了，我走。妈，哎呀，你把孩子抱反了，你看你呀、啊、哎呀，妈，哎呀，这孩子你看脸都憋青了。妈，这咋回事啊？刚才我看孩子哭得厉害，我就给他一枣玩。那枣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你给他啥不好？你给他枣肯定是卡着了。这咋办呢？这个咋办？妈呀，这咋整啊？别着急，我在保姆训练中心练过，来给我。啊，你能行吗？行。慢点。像这种情况，我跟你说，把小孩啊要放在你腿上，让他大头朝下，然后呢用你的空掌心拍他后背。出来了。掉出来了，别动。还有一个，妈，你给他几个枣啊？就俩。别拍了，没了。行了，气死我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们对我也不太感兴趣。另外呢，这孩子也救过来了，那我走吧。妈，真的，哎呀，别走啊。娟子呀，哎呀，刚才这些都是妈让他做的，孩子的腿也是我绑的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不是怕他陷害我孙子吗？我想你把他赶走啊，都是妈的错啊。这，哎呀，孩子呀，可别走啊！你别跟我一般见识，别冲我，冲我孙子啊！哎呦，冲孩子，留下来吧。啊，是啊，大兄弟，实在对不起，刚才还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。没事，咱们这不都成一家人了吗？我也不往心里去。哎呦，这孩子真可爱呀！坏了，尿裤咋的了？尿裤子了。啊？哎，你这么大人还尿裤子啊？不是我，是他。